感谢主，今仔日有这个机会来到伫台南基督教公墓宣教师的墓园来孝念罗家斌遗书吴玛义姑娘，还有以及咱敬虔黄富东牧师一个伫透早去到八卦山的这个梅干木牧师娘而且来孝念因谦卑的服务加付出的付出来帮咱咱台湾，特别是伫彰化的所在，也建立彰化基督教病院有真好的这个基础。咱孝念咱台湾医师甲伊的夫人的切肤之爱，来培养咱台湾的囡仔就重要把孝念梅干木牧师，伊怎样倾向家己付出伊所赚的钱来建立一座教会，嘛引带一座咱的台湾的乡亲来信主要感谢因两位共同的创办彰化基督教病院而且将一切荣光来归向上帝。当我第一次来到台南宣教公墓的时候，我是掉着眼泪回去的，因为我看到一位是28岁，一位26岁，然后他们就因为来到这个地方，再也没有回到他们的家园去，然后陪葬着在这边的是台湾的人民。所以每年来扫墓是彰化基督教院的应该是文化，因为彰化基督教院是宣教士所打造的，然后我们已经走过127年的年头，我们希望神祝福这个地院，让我们能够就是继续着127年往前迈进，有神的祝福。